问道：“为什么自己的歌没人翻唱？”刘德华说出五个字：“网友，真相了。”提起歌坛上传奇人物，不得不说的就是香港的四大天王，他们可以算是香港包装最成功的偶像天团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们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了，更是几代人的集体偶像。从1992年至今，他们红了整整26年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多人的偶像。在唱歌方面，四大天王获得的成功无疑是巨大的。当年不管是香港还是内地，大街小巷放的都是他们的歌曲。说起在歌唱方面的实力，张学友明显是技高一筹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但是刘德华的歌也是不错的。不仅如此，刘德华在影视剧方面还有商业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算是四大天王中发展势头最好的全能型艺人了。刘德华的很多歌曲都是传唱度很高的，他的《冰雨》《忘情水》《男人哭的不是罪》等作品都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很少有人翻唱他的歌曲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在一次的个人采访中，主持人也有问过这个问题。当时的主持人问刘德华，如果有人翻唱你的歌，你会不会开心？刘德华立刻回答道：我会开心，我会很开心。毕竟当一个歌手的歌曲被别人翻唱的时候，就证明了这首歌的价值，他已经得到同行者的认可了。刘德华作为一个歌手，当然希望得到被人的认可，这也是所有歌手的梦想，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听众的喜欢。紧接着主持人又问到另外一个问题：但似乎很少有歌手翻唱你的歌曲。刘德华也赞同道：因为真的很少人唱我的歌。主持人接着问道：为什么就这么少人翻唱你的歌呢？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？刘德华的回答可谓是高情商的表现了，他先是回答不知道，然后又加了两个字：难唱。说完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。不得不承认刘德华还是很机智的，网友也回复道：你真像的，图片来源网络。